那什么量？多少钱？2个亿。看不到吧？三番得了了，这个三番就帝王绿了。三番一百，好身材哟、哦，好看呢、欸，好漂亮。坐坐谢坐，谢。找你谈点事儿，谈啥事儿？找你谈点恋爱，哎呦我的怎么妈！样？我们呢不谈恋爱，只谈石头。我一叫你来，你就把石头拿着来了，这个又是拿着石头，对吧？我去，能不能谈点别的？我们只有石头可谈，我不想谈石头，就谈。谈点恋爱，快点谈不谈？我喜欢谈石头，恋爱这种东西的话，没得谈，不喜欢谈。老大不小了还不谈，以后当老处女吗？是的呀，哇，那什么量？多少钱？2个亿，2个亿，嗯，我看是一个4亿，一个回哎呦我的妈！是不是4亿了？回忆我们俩的过去是吧？啊，那就谈，我看一下，我这里看，你也不好看。哇，皮内这么多，皮内多啊，有可能蓝旗的，我看，看，哇，这个色很阳哎，你看自然光啊，都很阳。蓝旗比惠卡呀、后江都要翻种翻色，翻得厉害一点。我看一下，翻三番翻不到吧？三番得了了，这个三番就帝王绿了。哇，这么绿的！你看到没有？里面很肉质很干净，肉质细腻。他说这个部位有疙瘩吗？疙瘩的肯定有，但是要不细腻啊，万一有细腻嘞？我看到水汪汪的，水头好，你懂不懂？水汪汪的，就是水头好的意思。哇，漂亮，真的漂亮！这边也开了哦。不错。手镯肯定是不会响的，这么多粒。哇，这边也可以开的嘛，这个位置还可以开大一点，还不错。哦，这水全是这个表现，欢迎您看一下。哇，这边稍微的淡一点了，有可能会变，但是并不到哪里去啊。用这种水头，浓水是可以的，牌子肯定多。不用说，做满绿的佛宫之类的没问题的，可以避裂雕嘛，哪怕有裂。嗯，漂亮漂亮，这个料是我喜欢的。那就收。你要1个亿行不行？1个亿不行，2个亿。1个亿正好纪念我们两个的回忆，是吧？对不对？不对。4亿要来干嘛呢？你要4亿吗？对不对？肯定回忆就够了嘛。真心不怎么错，说，老板？这个真的翻种，如果说真的翻得好的话，确实很漂亮。嗯，这个色本来就很阳的呀。对。那上官给你看，压着你看一下，你看到没有？漂不漂亮？太美了，太美了！像这种一个牌子。一个满色的佛宫十来万很正常的，一个鸽子蛋糕也是十来万，这么大一坨，这个几公斤了？3公斤，哦，差不多3公斤。牌子、吊坠、蛋面一大堆，对吧？对，你是漏给我还是放在我这里卖？那你要说吗？你先说。我是就很漏啊，价格低啊。那我还是先放这里吧，让我嗯。有大哥喜欢的可以跟我谈呀。到时再谈是吧？嗯。好的，那要这样吧，上面不用你电话吗？有人喜欢打你电话吧，好你自己谈，OK，吧。啊，行，喝点什么？咖啡吧，喝嗯，喝那个印度咖你啡。这个糟老头，酒嗯，坏的你有很。听说过印度咖啡有印度咖啡呀，真的。我不喝印度咖啡，喝什么咖啡？我就喝单纯的咖啡，卡布奇诺。焦糖玛奇朵吧。啊，嗯，我去点吧，我去。好。